刚才没忍住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呀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啊？然后我在他家楼下看见了这一幕。茶壶里当然充不上电，大力重复了奇迹。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这是要干哈？哎，别别别，姐，你干啥呢？你怎么又来我家了？看看，你看看周围是哪儿？走走，回家。哎，你等我。干啥？给你带好东西。啥呀？这啥？黄酒。黄酒为什么在这里装着？我找老板打的。这怎么还是温的？黄酒才好，温的才好喝呢。你尝尝，你快点。哇，哎，怎么这个味道？爷，这啥反应？黄酒让我喝了。那这是什么？我刚才没忍住。张天奇，张天奇，帮我取个快递。哎呀，腿折了，去不了。天那么热，自己去呗。像我这种没手没脚的小可爱，你让残疾人给你取快递，我不去。我还说我弟在楼下，你俩能一块上来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自己去。我跟你讲，我也不是为了看你弟，我主要就是想帮你取这个快递。信你个鬼！我跟你说，我快递可是易碎品啊，你小心点儿。拿快递撒气，记住他现在猖狂的样子，致命一脚。几个月了？你这快递不行啊！我得投诉他，都这样了，淌一肚水啊！你要不拆开看看吧，投诉就别投诉了，人家也怪不容易的。那咋办呀？这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给我买的哦，你不是一直想要神仙水吗？趁你生日给你买了吗？那就这样了。动作逐渐暴躁，七八岁。这是什么干儿啊？嗯，再给我买一瓶。不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再给我买一瓶。张天奇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快快快，把你充电器借我用一下，我手机快关机了。你包里还有啥呀，姐？你包里还有啥？我看看。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大脑重启中。啊，开瓶器吗？开瓶器啊！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开瓶器啊！哦，这也是开瓶器啊！嗯。哦，行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干！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开瓶器啊！开瓶器啊！姐。这是什么？开瓶器，非常有默契。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开瓶器吗？啊？说，真有。一堆过期零食。吃了他不能吃了，你就是为了骗我，你就是为了吃独食。我哪跟你说过明白？不香，这玩意儿猪都不吃的东西，你不吃，我吃。我跟你说不明白，王刚，你有你哭时候，你过期不能吃，肚子疼。拉倒吧，你骗谁呢？你就自己尝。哎呦，遭报应了吧你啊！我就说了肚子疼，你不信？吃出去点。又想骗我是吧？没拿纸，他这有纸。憋住！这个够大。这啥用啊？这总比用手抠好吧？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手就漏了，你去边儿，你给我找我。要不，你和那个狗狗一样，就这儿解决了算了。这不就是纸吗？啥？这埋汰死！要不你就拉库里吧。哎，不要，回家。死到临门。死到都不忘记吃。你干啥呢？你不憋不住了吗？你走走，快走走走，你走呀走。你这啥动静啊？你这是啊？不要紧。What？ 我体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。闺女能有多不要脸？好买，都吐了白菜，好吃。
我不会。想啥呢？我没钱。会，我不会呀。这是要干啥？我操，你干嘛？哎，有病啊！干嘛？那菜别那干啥来着？还是得老实付钱买菜。红烧茄子。我想把你红烧了。我不会。老板，给我拿个袋儿。2.5块炖汤。我不会。看着好像挺好吃。亲爱的，你给我可以退我了，我还有命了吗？我给你多付点钱吧。大不大？哎，你吃吧。馋死了。没事，你吃吧，吃了我就给你买。大家都看，吃吧。哎，四哥很严。哎，你买吧。吃饱了吗？今天晚上还吃饭吗？不行，四还擦着汤呢。你怎么吃啊？就没我不能吃的东西。干啥？怎么能给你吃累了？你歇着吧，我走了啊。满载而归。上次有1000。兵，他瞅哪呢？原来是想到我。哎，小哥哥，你这样舒服吗？啊，舒服，宝贝。原来自己在这儿对戏呢。那我喂你果冻冻吃，好不好？嗯，不吃。那我用嘴嘴喂你吃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宝贝。好可怜的哥哥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他还在这练习呢，没站稳，他不会发现我了吧？太好了，又是这样。站起！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把家里所有时间变成上午10点，准备搞一下张天琪，睡得和母猪一样。站起！你干嘛呀？你有病啊你！你今天不上班，已经十点了。大脑开机中。炸！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你没跟我说你要上班呀？我低了5个闹钟，他一个都没响。哎呀！当年不能响。炸！乌漆嘛黑，黑黑，反复确认，感觉自己被骗了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记住了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现在外边天都黑的，告诉我10点了，你让我去上班，你拿我当傻呢？被你说对了。来来来，你自己看，现在几点？几点？这些都能调。你看了这个，炸！这也调了。小爱同学，嗯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上午10点27分。你等着，爸，现在几点了？都10点半了，你不上班干啥呢你？炸！几点？10点半了，你傻了？嗯、啊。信息接纳中。完了，这不世界末日吗？啊！母猪脑回路非同一般。你干嘛？你怪瘆人的，你干什么？然后，小罗，你谁呀、啊？我你齐大娘，我今儿告诉你，你被炒鱿鱼了。一天天你不到下班不开会，团建非得占用我的休息日。我告诉你，老娘今儿不干了。你不会把工作辞了吧？什么叫我辞工作？那叫我炒的鱿鱼。走了。哎，我这啊，不是，我真是骗你的。我你看现在外面天都黑着呢，你还能？我不信。你能骗我？我爸能骗我吗？我嘘，告诉你一句话，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死了，钱没花掉。走了，花钱去。我真骗你的。今天赶紧倒垃圾，能不能赶紧去、啊？回来给我买点桃子。哥，桃子？什么是桃子？我桃子过敏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要桃子吗？我要的是香蕉啊！你出门时候我跟你说要香蕉，我桃子过敏你都不知道啊？你怎么回事啊你？香蕉，买香蕉去。买香蕉，香蕉热了。我不要香蕉，我要的冬枣。
你不要香蕉吗？你说那个桃你过敏，你让我给你买香蕉，香蕉我给你买回来了。不是，这香蕉干不拉几，我根本就不爱吃，我要的是冬枣呀。你要啥来着？冬枣，冬枣，冬枣。确定是不？是冬枣。你等我给你买冬枣去。啊，冬枣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要的不是冬枣，我要的火龙果啊！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？别说话。冬枣啊！你怎么能录我的音呢？你我们连最基本的信任感都没有了是吧？你现在是不是就想着和张倩倩在一起？你就是张倩不想把我当闺蜜是吧？张倩谁？是谁重要吗？问题是你现在不想把我当闺蜜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等着，你给我等着。干嘛？你想当闺蜜是吧？张倩倩是吧？不爱你是吧？录音怎么了？录音？好家伙，还挺豪横。拿吃，撑死你！